那些合掌，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。敬礼敬世尊阿敬罗世汉尊阿罗汉正等正觉正等觉者，者，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，礼敬阿世罗尊阿汉正罗等汉正等正正觉觉者，者，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，礼敬礼世尊敬阿罗阿汉罗汉正等正觉正者。等正觉者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《杂阿含经》，今天也是讲四部经516、517、518和519经。516经，剑毛经，看得见吗？安亮，看见，好。这个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些经文都是相似的，真毛啦，什么毛毛啦等等。这个是剑毛，它的毛像剑一样。阿悉应该就是剑吧，罗马我们知道是叫毛，所以阿悉罗马就当它的经文。这个经文的名字是从南传的这边拿来的。南传相应十九相应第五经拿来的。经文短短，就是它的同样的故事了，就是。在王舍城的时候，佛陀那时候呢，就是灵鹫山上面住着，目犍连跟那个乐叉那，那么这两位尊者下山托钵的时候，然后目犍连他有天眼，他就看见一个众生，这个众生是夜叉来的了，全部这边都讲的都是夜叉。夜叉就是跟鬼差不多的，的一种众生，所以他鬼不大一样，鬼你可以看见是一个完整的那个人的样子，这个夜叉都是各种各样古古怪怪的形状，有一些非常恐怖，等一下会讲的一个很恐怖的，你看见了会被吓坏掉的，所以。这个众生呢，他身体都是毛，而这个毛的一根根毛都是像剑一样利。南传的经文，这个毛会从身体拖出来，会反过来插进他的身体里面，所以他就很痛嘛。所以目犍连见到了，他就笑笑，他知道这个众生的果报来的，他也没有办法帮他嘛。所以，乐叉那就问你为什么笑？然后目犍连说：“现在不是时候，等我们托钵完之后，我们回去再说。”所以就是这样了。然后，那么托钵回来，吃完他们就来见佛，然后就在佛前面，乐叉那就问目犍连：“为什么你笑？”这样，他就说：“我不就看见这样的一个众生。”他这个众生呢，全身有毛，他的毛呢是尖尖的，所以这边叫状毛。这个字的拼音是这样的拼法，状。就是他的毛呢，就像一支支的箭，利利的，所以他的毛呢。其实不是，它不是毛，它是一种果报，对吗？所以，而且这个毛会有火在烧的，不只是很利的毛，而且毛会插进它身体，而且有火在烧，水又在烧它的身体，因此它很痛苦，一边飞一边在喊，在叫。
所以很痛苦。所以，然后佛陀就说，他也见过这个众生，只是他不说，啊，怕那些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，既然现在目犍连也见到，所以他就说，告诉他们这些比丘了。这些比丘有很多，每次都有一批一批来的嘛，不同的，就是来训练嘛。所以佛陀住的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王舍城的竹林精舍，就像佛学院一样，就像我们所说的佛学院一样，这是最早的佛学院，就是竹林精舍跟那个给孤独园，这些都是佛学院的。那些修得好的比丘都出去了，剩下一两个，大迦叶都不在这边的，只有留下来目犍连跟舍利弗，其他都出去外面了。那么剩下的比丘都是新来的，就是这样的状况，跟佛啊，但是佛也到处走去弘法，所以又带着一些比丘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当时了。所以就说他怕你们不相信，所以他不说。现在就像这个乐刹那、拉卡那，拉卡那就是一个新的比丘所以他没有，他修得不好嘛，所以也看不见，目犍连看得见，所以因此。他就说：“哦，这个众生的过去世的时候是王舍城的杀猪的，杀猪的人，所以他这个就是用很利的那个刀来刺杀那些猪。我看过他们杀猪，就是用把刀很利的就插在那个猪的喉咙那边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？”他们就是要拿那个猪的血，所以猪就叫，所以很恐怖的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猪血就渗在里面，然后第二天就拿去菜市场卖了，卖猪血了嘛。所以这个杀猪的人也是这样，以前印度人，现在印度人比较。不吃猪肉，以前是吃猪肉。你看，这个是佛陀时代的时候是事情，所以因为杀猪的关系，所以他就去到地狱百千岁。那么地狱完了，现在又出来了，得到变成夜叉，然后就受这样的苦报。所以就是他的故事就是这样。所以佛陀就说。如目犍连所见，真实不虚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。就是你们要记住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故事意思是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不要去造这些恶业。所以这些比丘听完，欢喜奉行。所以他们就依教奉行。所以我们看南传的经文，十九相应第五经《见毛经》，学有这就是阿武所。看到巴利文是讲阿武所，对呢，阿武所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他的翻译，我们懂得他巴利文，不会错的。只要你的翻译是对。他的巴利文就绝对是一样的字，不会变的，不可能用别的字。这里当我从起始枯山下来的时候，我看见空中在行走的一个剑毛的众生，就是夜叉了，是一个男的。那些剑从他身上飞起来，又插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就发出痛苦的声音。他以前是。王舍城的杀猪人，所以他这个因为故事同样，所以他就用虚线代表同样的经文，这边也是同样的经文，因此这几部经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。
这就是516经的内容，我们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讲517经。无头啊，这个就是很恐怖的。无头鲸，Sisaga 就是头了，啊，Sisaga 就是没有头的咯。这个也是从这个经文是从南传的这边19相应16经来的，所以这个19相应就是叫做乐叉那相应，Lakkhana Samyutta。Samyutta 的就是一组一组的意思，所以这部所集合的经呢，一组一组同样的排在一起，所以叫 Samyutta，就是同一类的了。如果以我们中文来讲，这同一组或者同一类的意思，这个字相应，这个字是日本人给的了。在大正藏里面的，他们用这个字，所以，他们翻译了之后呢，这个啊，对不起，不是大正藏，是日本人翻译的南传的那、这个经文呢、啊，他们所用的字，所以就我们就沿用到现在。实际上，这个相应还可以了，也不算是太差的翻译了，可以用。你也不能够说相同不好听，你说同一类那太长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可以用相似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用集啊，什么什么集，或者什么什么部，什么时候部我们这边已经用了，长部、中部、小部、相应部，所以不能够用部，所以用这个还可以啦。总之，只要能够辨别就好了，所以。这个第19相应全部都是跟这个和尚拉卡那有关系的。拉卡那是一个新出家的和尚，那么他这个里面呢，完全就是这些经文跟这些有关的经文，所以这第19相应第16排第16的经，所以无头经。我们看这个。南传的，北传的这个像杂阿含的经文，无头经，在王舍城竹林经舍，同样的故事一样，目犍连跟乐叉那在这个灵鹫山下山托钵的时候，看见目犍连看见他就微笑。我看见一个怎么样的众生呢？有一个很大的身体，但是没有头的众生，但是他这个没有头，这个头不见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颈项两边呢，就讲的长了两个眼睛，两边生目，胸前生口，那么他的胸就是在这个胸口就长出一个口来，身常流血。身体呢常常流着血，蛛虫在刺着他，蛛虫切食就在刺着他，就在咬着他，身体有虫在刺，所以痛彻骨髓，因此目犍连看了就笑，微笑，然后乐禅呢又问，为什么你笑？现在不是时候，等我们托钵完回来再说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乐刹那这个比丘呢，就是为了要把这些故事全部都引出来。这一段时间呢，所以他每一天托钵都看到一个众生，会不会是巧合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都有这样的事情，那么就记载在经文之中。所以。然后他们托钵完回来了，就去见佛。见了佛之后，还又在佛前面问目犍连。然后目犍连就说，说完了之后，佛陀就说了：“佛陀，我也见过这个众生。他过去世的时候呢，他是王舍城的，在砍头的。
啊，刽子手，就像我们中国以前都有这些皇帝的时候，每一个皇帝的时候都有这些刽子手在砍人家的头，他的工作就是在砍头嘛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工作的关系，做了很久，做了可能都做一生的，对吗？他的工作就是在帮那个国王来处理这个罪犯，结果呢，他的工作是在砍头，死了之后呢，他就变得没有头了，他自己都没有头了，所以他就去到地狱之中，地狱之中完了就来到做夜叉，做夜叉的时候没有头的，没有头还不要紧，没有头嘞，他的身体流着血，那就是砍完头不是有血流下来，所以就会流着血，所以眼睛就长在颈项两边，胸前就开一个洞，就变成他的嘴巴。那他也要吃的，那不是很辛苦，所以就是这样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果报。所以，然后佛陀就说：“如目犍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。”所以那些比丘听完就记住这个事情。还有断人头的，也有捉头的，等等这些，怎么捉头我不知道，这个经文我还没有看到。啊，好的，我们看相应部十九，相应是六经。学友，这里我从奇舍库山下来的时候，我看见空中在飞的一个没有头的身体，胸有眼睛跟嘴巴。所以他的眼睛跟嘴巴都长在胸部，然后鸠、乌鸦、老鹰降临在他身上来拉他的身体撕裂，使他脱离，所以他发出痛苦的声音。这个众生以前是名字叫做哈利茄的刽子手，看看他的名字怎么叫，哈利狗。哈利果那玛，他的名字叫哈利切哈利果。那么，恰嘎恰拉嘎达果阿胡西萨多就是众生。It must mean 耶哇，It must mean 这个这里啊。拉加格嘿嘎嘿就是王舍城，他的名字叫哈利果那玛。果拉嘎达果阿胡西，果拉嘎达果就是，他的名字叫哈利切的刽子手。果拉嘎达果就是这个刽子手，这个是果拉嘎达果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517经的内容，我们就讲。接下来我们讲518。518经，这部经文呢叫《瓮行睾丸经》。贡巴，贡班达，贡班达是一个众生的名字，他的这个众生是一个非人来的。贡班达呢，就是瓮形鬼，他的形状像一个瓮，圆圆的这样，他的整个身体就是这样。这个我曾经见过，很恐怖的，红色的。它不是走的，它是用飞的，在空中飞的。所以，因此这些众生呢，因为这是他们是非人来的嘛，所以不好惹他们，非常恐怖的，你看了会吓坏掉。不要紧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王舍城了之后，一样的，也是目犍连跟这个拉卡纳，所以他们见到一个
应卵如瓮，坐着具行，行着负担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众生他是一个男的，结果他的睾丸是很大个，像一个瓮这么大个，所以他坐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坐，他必须要蹲。啊，走的时候呢，他又不能够走，他必须要把那个担在背上面，所以因此这就受苦了咯。所以目犍连又微笑了咯，微笑完，然后乐禅呢就问为什么你笑，然后就说等我们托钵完回去再说。所以回来了，见到佛了，然后就在佛面前问，问完目犍连就答了。答完了之后，然后佛陀又说：“我也见过这个众生，这个众生以前呢是王舍城的断头师，为气气人，欺人就是作假，就好像你去金店买金首饰，它里面用假的，它外面用一层薄薄的金，结果你看起来是像真的金，但是里面呢？”那个金首饰的中间呢，是假的，不是金来的。现在都是这样的手段来骗人，所以你以为你买一条是金手镯，对吗？啊，它只是外面一层薄薄的金，很薄的。那里面整个金手镯的里面呢，那都是假的，是什么东西？他总之他会找到同样的材料，啊，看起来像金的，那就是最接近的，就是铜嘛。所以很多都是这样骗人的，啊，所以因此他就锻就是锻炼了，铜就是做铜器的了，用假的来骗人。缘思罪故，在地狱受无量苦，地狱余罪今得此生。续受思苦，然后继续受苦，变成了一个非人啊的众生。这个众生就是瓮形鬼啊，瓮。所以诸比丘如目犍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等等。那么诸比丘闻佛说欢喜奉行，如断头师，还有如。斗秤欺人，就是你看那些菜市场那些拿着秤的，他用一个小手指轻轻按一下，然后那个秤就不平衡了嘛。用这样的方式来骗人了，来欺诈人家嘛。所以世间就是在市场菜市场里面的啊，众监就是坐那边监督管理的。所以亦复如是，村主，这些人都是做那个职位没有做好，那么在那边欺骗人，所以就得到这样的果报。十九相应第十经，瓮形睾丸经，贡班达，他的名字叫贡班达，贡班达的他的中文翻译就是叫做瓮形鬼，啊。就是这个字，瓮形鬼，它也是一种非人，它不是夜叉的，是一种非人来的。学友，我从奇耻窟山下来的时候，看见空中在飞着的一个瓮形睾丸的那个夜叉啊，非人来的。他在飞的时候，他的睾丸放在肩上抬着走，他坐下的时候，他要坐在他的睾丸上。结果他不能够坐，他必须要蹲。所以鸠、乌鸦、老鹰就降落在他的身上来撕裂他，所以他很痛苦，因为他欺骗人家。所以，诸比丘，这个众生是在王舍城曾经是收贿赂的裁判官，所以你看这个不一样的故事啊，这个是做什么？做断头师，对吗？这个是一个裁判官，收人家的贿赂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不按照正确的情况来裁判，
所以它是一个假的裁判官。所以骨骼、肉片两者都是徒牛肤，肉块是哺鸟者，无皮肤的是徒羊肤，见毛的是杀猪人，毛毛的是猎鹿的人，见毛的是拷问者，真毛的是御车手等等。被缝者是重伤者，负担高完的是受贿的那个裁判官。这就是一个，这个整个内容从这边讲到这里的，这是一个射送啊，射送就是法利文叫做乌达那，就是说它是一个目录。目录，这个就是一个目录。我们现在新的目录都是有号码，一个个这样排下来的嘛。以前没有，它的目录就是整行的，一个个排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目录啊。所以这个就是518经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部经，519经。捕鱼最深地狱，那这个经文呢是北传的，南传并没有，所以这个经文是在经中拿出来的捕鱼师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抓鱼的人了，对不对？抓鱼的人，好，如是我闻。这个故事是在王舍城一样的，穆建连跟乐昌啊，在灵鹫山走下来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，一个众生啊，一个非人类的了，以铜铁罗网自缠其身，就是他的身体被那个铜铁的网做的网绕住他的身体，火缠直燃，而且有火在烧。燃烧其体，就是他身体被火烧灼，痛彻骨髓，然后他的身体非常，被火烧了就痛嘛，所以就一边跑，然后就一边在飞着。所以，那穆建连看了又在微笑，老乐禅呢又问，对，穆建连又说：“现在不是时候，等我们托完钵再来再说。”所以他们托完钵回来，然后来见佛陀，然后在佛陀面前，乐禅那就问了。所以同样的事情，问完之后，目犍连就告诉他是这样的一个众生，他看见。然后佛陀就说：“我也看见然后接下来佛陀就说：“这个众生是以前王舍城抓鱼的，王舍城是拉迦噶哈。”现在在印度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王舍城，它是靠近灵鹫山，帕纳，它叫帕纳，现在帕纳，Patna，帕纳，在印度，所以你去印度去访问四圣地的时候，你会经过那个地方。他现在不叫拉加格哈，他叫帕纳。好了，灵鹫山就在那个旁边，所以他是靠近恒河的，所以恒河里面有鱼嘛，他就去抓鱼咯。所以缘思坠故，生地狱之中。那么在地狱之中，以地狱中受无量苦，地狱的余罪。经受此身，那么剩下的罪还没有，他的业报还没有完嘛，所以继续还要受苦，就变成一个这种非人，这种非人，然后就是夜叉的形状，然后身体被那个铜跟铁的网啊，那个网来缠绕着，因为他是用网来抓鱼嘛。所以他的身体就变成那个网来缠住，这个网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用
湿着用棉做的，棉不可能了，棉很快就烂掉，如果泡着水。啊，现在都是用尼龙做的，就是人造纤维做的网。所以这个网呢，就变成是铁跟铜做的了。火爆就是变成就是很牢固的网，所以就变成一个飞人，被这些网缠住，然后火还烧他，那给他受苦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没办法了，这是果报来的。所以如目犍连所见，真实不虚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。你们应该知道，这个是真的，这果报是真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所以这果报是真的。所以，如不与捕鱼师、捕鸟、网兔亦复如是，都有不同的果报。所以，不只是捕鱼，还有捉鸟的，啊，或者用网来抓那个兔子的，等等，都是这样。凡是杀生都有果报，就是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南传并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517、518，对不起，516、78都有，就519并没有，并没有南传的经文。所以我相信是有的，但是不知道，不见了。啊，时间这么久。过了2000年，所以经文也不见了。实际上，我们南传的经文也缺的很多。实话说，不过还好有这些北传的经文可以补充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完这个519经了。这个519经本来要是在下周说的，我提前拿来说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4部经都讲完。你们现在我打开声音，有问题就提出来问。好，有问题吗？这里有一个留言了，改好了，是谁改好了？郑慧。啊，班好队，的，啊，有问题吗？啊，班队，啊，说，啊，你说这个他们的这些飞人呢、是因为果报才会受这些苦啊？不过这些那个针还是那个啊火啦、还是王啊，这些是不是？他来冤亲债主啊！你是说那些乌鸦？啊，那些飞人啊，那些夜叉啊，啊，他们受苦有那些火啦、有针啊，有网啊，这些是不是啊？你是说他们是业报啦，才会受这些苦？不过这一样，些真火是不是冤亲债主呢？不知道，这个就是他的果报来的嘛？他的果报会带来这些东西嘛？他所造的业带来这些果报吗？会不会是他的以前害过的那些人呢，或者那些众生就不知道了。佛陀也没有解释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添加这些臆测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去乱猜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点到为止就好了。如果我们要加油加酱来说的话，又不是真，经文也没有提到，然后变成我们讲的话没有根据，还是不说比较好。下一个问题，有下一个问题吗？今天有20多个是从国庆禅修班来的，是吗？应该是吧。
没有问题呀、啊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好，结束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做那个这次国庆禅修班的那些学员的那个小餐，小餐那边就会有很多问题，然后我们就这个结束了哈，我们就回向先。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。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。愿以此功德为正念盘缘。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。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。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，萨埵萨埵萨埵，愿以此功德回向龙天护法，愿他们回向龙天护法，愿他们护持佛。